我们来赶集了，那一只小鹅太孤单了，打算再买几只小伙伴给它，有个伴儿，后拼集市。黄瓜好漂亮，好多卖黄瓜的，跟我们那黄瓜还挺像的。蔬菜秧苗，鹅，干嘛呀？哦哈，刚好打吧，孩子。白鹅，我们还剩一只灰鹅。那半头鸭子好钱个，25一只，现在长好大了。鸭子，灰鹅，这是灰鹅。哎呀，好可爱哟！又买了两只白鹅，买了两只，买脖子伸的长的。小兔子，小兔子，多少钱啊，姐？35块钱一个，72个。家兔，它这个长得还会长多少？所以长到12斤多。收着啊，一个我想一条，想一想还是不买了，因为它每天要吃好多东西，它到时候没那么多叶子给它吃。买了3只白鹅，今天来的早，集市人比较多。新庄的爷爷、奶奶、爷爷，您干啥？哦，金妈。买点肉，12块钱，跟三家馆的肉是一样的价格。也不多。买好了，走喽。买豆腐。老爸在想啥呀？那香不着了吧？那香不着。干了上半年后的。竹笋比较嫩哦，枇杷、辣椒籽，好香哦，香料。嗯，河渣，这个就是河渣，黄豆磨成这个液体。买了点小零食给陈一鸣和陈云川吃，再买袋子把饼。到家了，姐，不是花的呀，小零食，小饼干儿，要透透气。本来还想再买两只鸭子，那个鸭子全是公的，也不下蛋，所以就是买了鹅。这里两个公鹅，一个母鹅，不要再淋到雨了，一淋雨了就容易嘎。姐姐炒了一桌菜，看我们吃了啥：西葫芦炒肉、豆腐、辣椒炒肉、四季豆。吃饭喽！我什么？这吃的全部都是俺们那些，这那些知青的，不然的话。
有一个鹅蛋，刚下的还是热乎的。